事，评剧会友，评剧青春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戏剧频道《盛世花为媒》评剧青年演员群英会，我们复选阶段第二场的比拼现场，我是董毅，欢迎大家的光临。咱们来回顾一下上一场，也就是我们复选阶段第一场的比拼，七位选手，最终有五位选手成功晋级，有两位进入到了我们的复活赛。那么今天的七位选手命运又如何呢？我们一起拭目以待，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评委专家，评剧名家古文月，欢迎您。京剧名家刘桂娟，欢迎。评剧名家马慧民，欢迎。再次欢迎三位的到来。评审规则：选手表演完毕之后，评委依据选手表演亮灯表决，获得三盏莲花灯的选手直接晋级，获得两盏或一盏莲花灯进入待定，未获得莲花灯直接淘汰，待定选手将进入复活赛争夺晋级名额。那今天的七位选手究竟谁先上场呢？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周丽娟，感情方面我感觉还是不是太理想，比如说最后一句吧，最后一句就是说特别高亢的。参赛的时候唱的就不是那么太圆润，不是太满。我还是非常仔细地观察了你一下，脚底怎么穿双高跟鞋呀？向往红军的这个小姑娘戴着戒指，穿着高跟鞋，不符合这个人。行里的话就是宁穿破不穿错，对，我穿错了，一定会发挥好我自己的水平。但是如果真要是落选的话，我也不气馁，我还会再来的。有请周丽娟为我们带来谢瑶环选段。都说知道我要谋反，街头被人吓唬。
们第一位出场的选手，今天带来的是花淑兰先生当年根据京剧《谢瑶环》移植而来的代表作了。上一场给我们带来的是黛诺，这一场又换了一个造型，女扮男装。这是你平常经常演出的剧目吗？这个也不是我们平时演的剧目。那这次来演出，为什么没选一个平常经常演的，而是选了一个不经常演的戏？因为我喜欢这一段。我喜欢花淑兰老师的戏。好，那看看我们今天的三位专家老师哈，今天有机会跟他们近距离的接触，听听他们对你的指点好吗？这样的机会非常的难得。我们先来请古文月老师。你今天呢很稳，不错，很好啊，真的挺好的。现在呢就是我要说的，刚才我跟刘老师这儿我们也交流来着，你的尖字太多了，可能是不是跟你这个当地的口音呢可能有点关系。你像谢字，谢别谢是吧，哎，这个就是那什么，尤其呢作为咱们评剧的唱法呢，一般是尖字都要唱成团字，哎，不要尖字，所以这个呢你今后注意点，哎，这个尖字在这里啊。好，谢谢古文月老师。刘桂娟评委。基层有基层的好，因为他经常可以演出啊，不管什么场合他锻炼的机会比较多。他不好的地方呢，就是因为没有很规范的训练，没有老师的这么给你指点，可能演呢就演野了，这些都是有原因的，这要自己找老师给规整一下，不然越演越不规矩了。我们今天在舞台上就是看舞台，我们看舞台里到底怎么样，这就行了。整个小姑娘在台上还是蛮精神的，谢瑶环这种气势，我们扮相也是很有门面的，这些都是很好的条件。在基层我们更要把自己唱得棒棒的，有一天站舞台上我比你们都强，那多棒啊，啊，加油。那这对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选手是否能够接下来的比赛呢，请选择。两盏莲花绽放，掌声送给他。待定，待定预示着接下来要进行复活赛的比拼了，增加一点自信，把嗓音好好的调整一下，继续加油。好，我们掌声欢送。认识一下下一位选手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黑龙江省评剧艺术中心的赵阳。我觉得没有平时表现的那么出色吧，你比方说就是头一句的最后一个字。那么我那天比赛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有一点这个有点不是特别饱满。最用心的应该是施胜贤老师，一听就是评戏，再通俗一点，唠的，而且是大口的唠的。确实是，我是从93年考到天津戏剧学校，就一直专攻这个流派，刘子霞老师这一派的，就大口唠的。希望今天的比赛能够圆满的成功，然后也希望今天的比赛能够一切顺利。
说，这只鞋呀，谢谢赵阳。赵阳今天为我们带来的《明月照人来》是在2006年黑龙江省评剧院当时复排的，2007年首演的哈。这个刚才我在后台一直特别担心他，因为他上场之前不停的在咳嗽，就在我旁边咳咳咳咳咳咳。你刚才在台上就完全忘了是吗？是的，是的，刚才完全都投入到戏里面了，但是还是一直在控制，应该我现在说话应该能听出来，因为可能是这个。地区差异吧，我可能有点不太适应北京这个气候，来看看三位评委老师对你有什么样子的点拨。有一点你要注意，就是你的尖字。刚才我跟刘老师这儿，我们也是交流来的，很好几个字，你像主字，还有那什么，见字，哎，都是那个这个尖字，哎，这个呢要注意点，因为什么，它确实不好听。你看那，那个主字那一个子，哎，就整个走了，就没有那个那什么了。这个在这点上注意点。好，谢谢郭月老师。刘桂娟评委。赵阳最大的特点，他会表演，这个在演员中就特别
哎呀占便宜，就是他能用眼睛跟你说话，这是最好的。他想告诉你他当时想告诉你的事儿，就能吸引人。演员主要是表演方面，你能让观众跟着你，从上来就跟着你走，这就是能耐。他不会让观众走神儿，这是他特别好的一个优点。表演从身段上啊，跟他这人物他也是搭的挺好的。今天看到赵阳呢，整体的表演和表现呢啊，从演唱方面还有表演方面啊，身段方面的运用，我感觉非常的到位。赵阳呢一步一步的成长，现在呢我感觉是很成熟。我想呢赵阳会越来越好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三位评委老师都给了非常高的评价了，那究竟成绩如何，请选择。三盏莲花绽放，掌声祝贺赵阳成功晋级十四强，祝贺。认识一下下一位选手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辽宁朝阳故事服务中心的王丹，我是初赛第三场的第一个选手，上场也是非常紧张的，其实对自己的发挥不是很满意。我觉得王向阳评委当时就是很专业，直截了当的就点评了我这一句。最后的高音的时候，我觉得你有点紧，没放开，可能是录音带的原因。评委给我们点评的一句话吧，可能在我们以后的艺术道路上就能特别的受益，可能胜过我们自己在那摸索好多年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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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味精提味儿的。嗯。今天这个王丹呢，表现的还不错。嗯、这个一招一式啊，和你的唱法上都是按着花老师这个走的，这个很好。但是呢，我要给你提一个什么建议呢？你的气息要注意了。为什么刚才马老师说你刚从五楼跑下来？哎，就是这个，就是什么呀？你的气息整个全浮着呢，哎，沉不下来。哎，像这种情况下呢，就要去找我们应该怎么发声更好，哎，怎么躲着我这个哑的音儿啊，或者我这个不舒适的这个地方，哎，这个呢就靠我们平常演出的时候呢要去找。有时候往往这个嗓子不痛快的时候吧，也是个好事。你要去找了，就知道我的断连音应该怎么去处理。哎，我这个味道上低音部我应该怎么处理？这样呢会那什么？你要是老是好嗓子，到时候真一哑了之后什么都唱不了。哎，所以我说呢，这也是个锻炼。刚才你的十三哀，是吧？十三哀这个是平剧的啊，十三哀它完全必须要气息不能打隔断，必须要通，真是必须要通，啊，好。来看一下你的成绩如何？三位评委专家是否支持他呢？请选择。一奖两奖两奖莲花盛开，进入到复活赛，继续加油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您现在看到的是中央电视台戏剧频道《盛世花为媒》评剧青年演员群英会我们复选阶段第二场的激烈比拼，欢迎您的收看。除了关注我们的电视播出之外呢，您还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，您可以关注青春戏院的官方微博。好，一起来认识一下下一位选手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欢，我来自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。姐姐在戏上已经把琴退呀。记忆比较深的应该是施圣杰老师。这姑娘啊，还在读书，还在上学，她的形象很漂亮，表演很到位，但是在唱腔上还应该有进一步的努力和提高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还主要还是唱。因为像戴老师还有向阳老师都说的特别对，后边那个巧儿不自由儿，每次后边那个尾音的时候再翘一些，主要的还得是唱着在努力的下功夫。很荣幸能够进入复赛，我相信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完成我的梦想。王欢为我们带来的是刘巧儿。小孩儿啊，还在
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哈、哎，我看到别的选手到了第二环节第二轮的比拼的时候就换了一个剧目，换了一个角色，可是你呢在上一场演的也是巧儿，到这场还演巧儿，只不过唱段不一样，是觉得自己对刘巧儿这个人物把握的会比较到位吗？我比较喜欢新派，也比较喜欢刘巧儿这个人物。国乐老师他喜欢新派，您给点评点评。嗯，小扮相很漂亮啊。我想说说什么呢？你今天怎么这么哆嗦呀？是紧张吗？有点儿，我是看见您特别紧张。今天呢，你特别是哆嗦。那个再有呢，有的那个唠签呢，也是收音的时候吧，就由于你哆嗦，就是说你的气息没有用好嘛。哎，你这个所以说呢，收音的时候呢，收的不稳，也是哆嗦的。你看，安公耳朵啊啊啊啊啊啊！就你得收住啊！现在你就啊，你就哆嗦的就那什么了，是吧？哎，这就影响你。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？采桑的时候，看来没采过桑。没采过桑，是吧？你知道啥叫采桑吧？就是桑叶来做成那个线吧。啊，又哆嗦了，线吧。看来是这个年轻人的小孩还真是不太懂得这个什么。那个桑叶是喂蚕的，蚕最后吐丝。哎，咱们就把那树叶做成线。啊，这看来是，所以说呢，这就直接影响了你什么呢？你看你一开场。这一个动作，那钩子往上一搭，是吧？搭完了之后，你这手去拿那桑叶的时候是要掰一下的，那个叶子是在那枝上长着呢，你不掰它下不来，你就这么一拿就下来了，下不来。啊，都是很嫩的桑叶，就这个呢就是缺乏生活。好，谢谢。其实艺术来源于生活，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这些细节哈、啊，决定着你的成败。我们再来看一看刘桂娟评委有什么意见。王欢的条件特别好，就是我跟谷老师看法一样，你一定要知道干什么。我们在京剧里桑园会也有采桑，就是拿着这个采桑的工具呀、啊，你知道干什么？我得先勾住它，把它带下来，我够得着，我把桑叶摘了。他上来拿着，我说上烟袋，对吧？烟袋带一勾，就是他不知他没有这生活，他不知道怎么拿。我们就是你得知道干什么，你才知道怎么放。我怎么拿起来，再能够采桑方便，你就知道怎么拿着了。所以这个你得了解一下，跟老师请教一下。还有年龄段的问题，像这个刘巧儿是一个敢爱敢恨的新时代的这么一个小姑娘。他这一段唱中呢，有怨恨，对爸爸，哎，有很多怨恨，而不是仇恨。他有怨恨，但是他有希望，哎，万一这专员他能够秉公执法呢？他有一种希望，是一个特别单纯的、敢做敢为的这么一个女孩。就像郭老师说的，有时候你稍微一沉稳，像秦香莲了，在唱上跟表演上，把这个年龄要规范在你的角色之中，其他的很好。好，谢谢刘桂娟评委。三位评委专家是否支持他呢？请选择。三盏莲花盛开，掌声祝贺，成功晋级，加油！认识一下下一位选手。大家好，我叫高思佳，来自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。初赛，我自己感觉不是很满意，也不是很理想。
就是唱上也有，就是音质上面就不是很没有原来的那么音质饱满。唱那段唱腔唱得非常好，非常感人，韵味也唱得很好。参加复赛，我感觉已经非常荣幸了，但是我希望能一走得更远。高思佳，你一定是最棒的，加油！高思佳为我们带来的是《包公赔情》。来自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，而且也可以说是本场最年轻的一位选手，今年19岁。在上一场，我记得你当时给我们带来的是佘太君，应该是老旦行的。今天这扮相应该属于青衣是吧？对对对，属于青衣，因为想把自己展现得更全面一点。那我们来听一听评委的点评，刘桂娟评委。因为他在舞台上唱啊，他嗓子也没问题，然后他扮相个头都没问题，但是我总觉得少点什么。后来我就跟谷老师我们说，我说他为什么总不能让我很心很定的看他演出。后来谷老师说，你发现吗，他一直在动，就是他不是很稳定。
哦，后来我说他可能是因为心里的紧张，他太想完成的好了。因为这一段唱呢，他分好几个阶段，前面有对孩子的那种恨，到后来这阶段是感叹自己不容易，我有这么苦，我就盼着就像现在的家长护孩子，孩子犯多大错他总觉得是自己做的不好，但到后来这结果是注定了，注定孩子确实是应该用法律来制裁他，他有他的一些懊悔，但是他到最后呢又有自己不知道将来的看不到目标，我将来怎么办，你把他斩了将来谁给我养老，这些都是他在这一大的段落中他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心理变化，就因为他十九岁他很难，他没有这些生活他怎么可能呢，就像刚才我们选手就采桑叶，他没见过桑叶他怎么知道这样，所以随着这个年龄的慢慢的长啊，他这些都能明白的，但是他敢唱老旦又能够轻易方面多方位的展现给大家，这证明这姑娘的勇气胆量这都是适合做演员的。我们再来听听古文乐老师的意见，他唱的这个是花月仙老师的唱腔的，所以呢他唱这段呢作为他一个十九岁的孩子来讲，唱花老师的这段唱难度比较大，实事求是讲难度比较大，因为什么，花老师是属于低音嗓的，中低音的嗓子，甚至比白派的嗓子还要低，但是呢他就是翘，唱的翘，所以呢这样对他来讲呢就是他的胸腔必须得打开，气息呢一定要稳，现在呢丹田呢有时候推不上来，所以呢就形成了他在那儿老打开子老动，为什么刘老师刚才说你老动啊，你那好像得使劲儿啊，是这么一种感觉，就是形成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注意在形体上，我是一个中年人，你像包拯的嫂娘，那证明了他很深沉的，所以在唱当中啊和在表演当中呢一定要有分，哎，所以呢就这平时的时候呢千万注意可别打开的，再有呢气息呢可别往下蹲蹲，这么着你就越来越提不上来了，在这一点呢是注意点好吗，好，谢谢古文乐老师。马慧敏老师，刚才老师评价的我感觉就是很到位，也很非常准确，那么说呢今天整个的展示我感觉还是有点紧，还是有点紧啊，像你所说的是没上场之前呢这腿肚就钻筋了，这个是难免的，因为那个像这种场合啊，这个作为一个青年演员很难把握，所以说呢，我想今后高思佳会在演唱方面，特别是在嘴皮子这个气息方面，会更好的去发展啊，去继承啊，希望你取得更大的成就。好，谢谢三位评委的点评。那接下来究竟我们这位选手是否能够晋级呢？三位专家请选择。三盏莲花成功晋级。哎，我特别期待，如果下一场的在我们的决赛阶段的时候，你会青衣还是会用老旦来表演？我想用老旦。好吧，我们等待着他精彩的表演，掌声欢送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您现在看到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《盛世花为媒》评剧青年演员群英会复选阶段第二场的激烈比拼，欢迎您的收看。那接下来上场的选手是谁呢？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卞林玉，来自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评剧大专班。昨天的表现只能说还行吧，没有达到最好的，就是最后的一个高音吧。就非常的小心，很小心的，就怕那个音儿，然后出破音儿什么的，唱不好，然后给评委带来就不好的印象什么的。很稳当。有发展，有前途，就需要继承，需要我们这年轻人继续，这股劲儿，然后一直努力下去。卞林玉，加油！有请卞林玉为我们带来《牧羊圈》选段。
害怕慢慢将来，大人大，我与那朱春灯匹配良缘。他在家还是在外呀？曾记得有一个黄龙造反，郭千岁调兵，他来到门前。我的兄弟他年纪小，叔父有病，我的丈夫替叔父将命当前。是分别后的至今未回转呐、啊、家之尊长长的一十二年，徒有书信前来，今日想来明日盼，我的父母盼儿仰望船，那日宋城送来了一封信，写上去我的丈夫不在阵前。你拿什么见了书信他便怎样？我的什么见书信？我听得特别的觉得过瘾哈、啊，真是高亢明亮，尤其是乐队老师们也特别的给力，咱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好吗？来自唐山丰润评剧团的各位乐师们，好，来听听三位评委老师对你有什么样子点拨。国乐老师，嗯，这个凌玉啊，他比较成熟，是比较一个成熟的演员。他的演唱上呢，他是等于抱着两位老师的走，一个是依兰老师，一个是花淑兰老师。最近呢又拜了曾昭娟呢为师傅。他呢在业务上呢非常的执着追求，在这点上非常的好。但是今天呢确实是因为感冒受到了冲击，所以呢可能今天的发挥呢肯定是要受到影响。再一个呢，我想给你提提，你再琢磨琢磨啊，你不能直视朱春灯。你是什么家庭？很有知识的这么一个家庭，作为到这儿之后，一个要饭的，完了之后把碗打碎了，进来之后见到这位王爷，你见到的时候，说实在绝对不能直视的，尤其是你在这种环境下，你跟他直视，你会认出来的。就说再几年不见。自己的丈夫我相信也能够看出来。那三位评委老师是否支持他继续接下来的比拼，请选择。
两盏莲花，来，我们掌声欢送一下，谢谢。认识一下下一位选手。你猜他准备的还是不算充分吧？他真的希望低头跪，吃饭的人是李唐龙。最意义最深的就是戴老师。这段反调唱得声情并茂，唱得非常好，而且戏路子宽。我这个年龄唱老生有声音有点窄，老师就说以后把嗓子往开了唱，跟那些名门之后比还差得很远。下一步打算去考北京戏曲学校。郭丽银加油。本场的最后一位选手郭丽银为我们带来的是卷席筒选段。选手来自河北迁安，我觉得我挺佩服他的哈，因为他是从待定当中初选待定的当中产生的，而且昨天晚上刚刚接到的通知，他连夜他就向我们剧组借了一把剪刀，又为了塑造这个人物，他把头发给剃了，所以我觉得他特别的认真哈，我们也为他这种认真精神表示感谢，谢谢。来，古文月老师，他很会唱。他实际上他的嗓子条件并不是最佳的，但是他会唱，而且呢他的吐字发声都非常正确。你看他每一个字，因为我们评剧吧有一个讲究，就是什么呀，不打字幕，应该让观众听到你每个字，就是你唱的每个字，你说的每句话，应该是这样达到这个最高的境界。
他在这点上做的还真是挺好的，不错啊，真的挺好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有一个硬伤在里边，就是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戴手铐啊？那个手铐都在家呢，就是也是这出戏也是昨天晚上选定的。硬伤挺不是，那您也不能这么实在，那没这东西您就改个戏不就得了吗？您这对吧？您这裤子短了锯腿不行啊。他这个服装还是今天找到的，这个沈经纬那非常啊，那个这个是马老师给我找的，非常那个高风亮节啊，把自己的服装还没展示呢，沈经纬就把服装，也是我们参赛选手之一啊，对啊，就把这套服装，那这是沈经纬自己自制的一身服装，而且呢把它烫得非常的板正，今天让我们这个郭林啊，就先穿上了，先亮相了。其实我们这个搭建这样一个平台，就是为了让所有的青年演员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，相互切磋，相互交流哈。对对对，是这样的。那就不能再借一个手铐吗？您这个戏，我不能。刘桂娟评委的意思就是，他怎么就没把他那手铐借给你？对，我们你演窦娥，你不能说问斩了，我不捆着。我说那两个鸭子刀斧手没来不成，不打无准备提仗。来，我们三位评委老师，究竟最后这位选手是否能够晋级呢？请选择。好，两盏莲花，祝贺！亲爱的朋友们，那本场的七位选手全部比拼完毕了，我们来回顾一下，究竟本场有多少位成功晋级的呢？三位，他们分别是赵阳、王欢、高思佳，我们响起掌声祝贺他们。待定的选手分别是周丽娟、王丹、卞玲玉、郭丽云，也期待他们在复活赛当中有一个出色的发挥。好了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本场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。再一次感谢现场观众朋友们的到来，感谢三位评委辛勤的工作，感谢电视机前朋友们的收看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